Okay, the final question is related to the sum of AS. 看一看就題目了。Okay, 咁 total 呢就有200包米嘅。Apart from the top layer, the number of bags in each of the other layer is one fewer than the layer below it. How many bags of rice are there in each of the top two layers when there are at least number of bags of rice in the bottom layer? Okay, 咁咧呢一個咧就係堆米嘅故仔啦。咁啊佢本身咧就冇講到第一排係有幾多包米嘅 ，OK？ 咁但係咧，譬如如果咧 say 呢度有三包咁樣啦，咁佢下一行咧就係話要上一行係比下一行少一包噶嘛 ，OK？ 咁即係代表咧佢下一行咧就應該有四包米嘅 ，OK？ 跟住佢再下一行咧就應該有五包米嘅。咁呢個咧就係佢前面嗰段嘢講嘅內容啦。咁跟住咧，佢就問咧，就係而家咧佢嗱，唔好理佢條題目問乜嘢先，我哋睇下究竟佢即係有啲乜嘢 criteria。咁佢個 criteria 咧就係佢想咧最底嗰行咧係最少米嘅，最少包米嘅。咁我哋諗下點樣答先至可以令到佢最底係最少包米啦。咁我假設譬如如果係有九包米嘅，咁如果我最底嗰行想最少嘅話咧，咁我譬如第一行我四包米，然後第二行五包米，咁就加埋九包啦。咁又或者咧，你可以第一行係兩包米，咁跟住咧就三包，咁跟住就四包，啊咁樣加埋都係九包米喎。OK， 咁邊一個答法係最底嗰行係最少包米咧？咁就係上面越多越好啦，係咪 ？OK， 如果你上面係答多啲嘅話咧，咁你下面最底嗰行咪可以少啲咯？咁即係話最好啦嚇，最好咧就梗係向上答，最好就係第一行就一包啦，係咪？咁樣答咧就應該係最少包米嘅。OK， 咁但係咧唔一定係可以做到呢一個效果嘅喎，譬如好似呢度咁九包米咁啦，咁其實我都唔可以第一行係一包噶，因為如果第一行一包嘅話咧，咁跟住第二行兩包啦，咁跟住呢度三包啦，咁跟住咧你就會發現爭一包嘅 ，OK， 爭一包，咁啊達唔到嘅，咁所以咧呢一包咧。最頂頂的這個是不可以的，就要將它 move 下來啦。那就是說最好，它現在要 least number 嘛，最好就當然是第一行是一包啦，那才可以令到它最底是最少的。那但是問題是就未必做到的 ,OK, 要看一個數字，譬如九包已經不行了，不可以一、二、三、四，如果不是其實最後那行會不夠米，那就會塌的啦，這些米。咁即係換言之咧，如果我要當佢係 ideal case， 因為而家我要揾 this number 嘛，咁即係我要當佢係 ideal case 啦。咁即係代表咧，我有機會係要用超過200包米嘅。即係如果我 assume 第一行係一包嘅話，咁咧我有機會咧係需要咧係多過200包米嘅。咁我咧就可以 set up 到條 equation 啦。OK， 就係我當。第一行是最 ideal 的 case， 我當第一行是一，咁即係我當啦 ，assume 啦 ，A 咧係一，咁我就可以令到佢最底嗰行咧就係 least number 啦。OK， 咁然後佢每行都加一包啦，咁所以個 D 咧係一啦。咁200包米咧，我其實可以答到幾多行咧？我唔知嘅。OK， 咁所以咧，我就當呢一行咧最底嗰行咧就叫第 N 行。咁但係咧，頭先就係講過一樣嘢啦，就係、我 assume，OK，、okay, 就係最 ideal 嘅 case， 我 assume 咧 A 係一啦，從而令到我可以得到個 list number。咁但係呢度嘅米咧，有機會咧係會超過200包嘅，即係正如呢一個例子，如果我上面一定要一包嘅話，其實我係要十包嘅。咁九包其實係唔夠嘅，咁即係話呢度嘅 total number 咧 ，OK， 我假設係放得到嘅話咧，
OK， 放得到最尾嗰行都係放滿嘅話咧，咁我咧係需要咧係超過200包嘅，咁我咧就可以 set up 條 equation 啦。咁咧就頭我當係一啦 ，OK， 加尾咧我就當係有 n 包啦，因為第 n 行 ，OK， 第一行有一包，第二行有兩包，咁去到第 n 行就有 n 包啦，咁所以咧一加 n 啦。再乘以有幾多行 ？OK， 咁有n 咁多行嘅，咁所以咧就頭加尾乘項數除二啦。咁呢個數字咧就有機會係大過等於200嘅。OK， 因為我 assume 咗第一行係一包。咁跟住咧我就試下 solve 咧，睇下計到幾多咯喎。咁今次咧嗰條 inequality 咧，第一個 term 呢度係 positive 啦 ，OK，n square 個 coefficient 係 positive 啦，咁我哋就睇大過等於，咁大過等於咧就係可以出街，咁所以咧我哋就得出咧係呢一個 result 啦，咁我哋發現咧 n 咧係會大過等於 19.5 嘅，咁即係乜嘢意思咧？咁即係話，如果我第一行是一包，第二行是兩包，一路咁樣搭搭搭搭搭到去第19行嘅話咧 ，OK， 咁咧呢一度嘅 total number 咧就係未過200嘅。咁但係咧，如果我搭多一行咧 ，OK， 搭多一行去到第20行嘅話咧，咁我又超過咗200，我又唔夠米用喎。OK， 咁所以咧 ，that's why 咧，點解我咧就會計到咧就係 19.5 呢一個數字 ？OK， 就係19行 ，OK， 19行嘅時候咧就剩翻啲米未用曬呢200包。咁但係咧，如果係加多一行嘅話咧，又過咗200包 ，OK， 又唔夠，咁所以咧就會計到一個小數啦，咁啊19.5。OK， 咁最尾嗰行咧就點都一定要放落去噶啦。OK， 最尾嗰行你點都一定要放落去，因為佢 total 有200包米，我而家要搭啊嘛。OK， 咁所以咧我一至19行加埋未過200包，咁即係話我點都要放到第20行。咁即係話咧，我最尾嗰行咧嘅 list number 咧就係20。咁咧，但係咧。20行是不夠米的 ,ok, 那即換言之呢我要搬呢上面那些呢就落去下面去填補返下面的 ,ok, 那即跟9包的 situation 是一樣啦，如果我平時呢畫的話呢，你見到我一開始就是畫一粒開始，跟住兩粒，跟住三粒，跟住畫到第四行，咦發現不夠喎，咁冇辦法啦，我就唯有打交叉第一行，然後搬落去最尾嗰行。咁呢個 situation 咧就同呢個 case 係一樣嘅，就係我由第一行開始搭到最尾搭到第20行，發現哎呀唔夠米添。咁唯一嘅方法咧就係我要咧喺上面嗰度咧就掹翻落嚟。OK， 咁所以咧我唔能夠確保到究竟上邊嗰啲行數究竟係幾多粒，但係我確保到嘅咧就係最底嗰行咧就一定係20粒。OK， 咁所以咧，我哋咧而家面對咗一條全新嘅問題啦，就係、是、我知道最尾嗰行係20，尾二嗰行係19，一路咁樣加 ，OK， 但係我唔知道加到第幾行，因為我唔知呢度係要搬幾多少包落去啦 ，OK， 咁啊唔知道加到幾多少，咁但係咧我知道我淨係得200包米啫。咁啊，可以 set up 條 equation 揾下究竟個數字係幾多啦。咁啊 ，A 咧今次我當係20啦。將個二掉過去啦。跟住咧呢度就會係40，減 n 加1。OK， 咁跟住咧就掉曬過嚟啦。咁就係 n square。減41 n 加400等於零，咁撳 counter 咧 ，n 咧就係16或者係25嘅，咁25咧就係 reject 嘅 ，OK， 因為最尾嗰行你頭先計到啦，係第20行啊嘛，咁而家我搬啲米落嚟，冇理由上面可以數到第25行出嚟噶嘛，呢度最尾係20行。OK， 咁最多都係20嘅啫，咁所以咧就個答案係16，有16行。
咁即係代表咧，個 top two layer 咧，十六行即係二十減十六加一，即係去到呢一行啦。OK， 咁即係有五粒，咁啊 top two layers 即係五同六。咁呢條題目咧係非常之難解嘅，最好咧就梗係咧 double check 一 check 啲答案，睇下啱唔啱啦。咁我咧就試一試計咧，如果係第一行係有一粒 ，OK， 跟住去到第二十行有二十粒，頭加尾乘項數除二嘅話咧。咁 Kelta 咧就係210，咁即係話咧呢度咧係 total 有210包嘅話咧，咁我就可以由第一行搭到去第二十行。咁但係基於我而家淨係得200包啦，咁即係話我係爭10包嘅，咁即係我要喺上面度攞10包落嚟，咁我就睇下咧究竟呢度係咪真係有10包。咁一加二加三加四咧，係真係十包嘅。咁只要我將佢放咗落嚟之後咧，咁最尾嗰行咧有二十包。OK， 咁跟住就向上搭搭搭搭到去第一行咧，就係得五包嘅。OK， 咁咧我就可以搭到啲米而又唔會冧啦。咁呢條咧就嚟到呢一度。OK， 咁啊到你哋做 classwork 嘅時間啦。